会用一些精品的原茶去冲煮，就是因为想将这件事大家更加 close， 容易去接触到，而认识到原茶的文化。大家好，我是想爷爷料和老区茶室的合伙人，我叫阿明。其实新店老区茶室和想爷爷料的概念其实有少少不同，因为想爷爷料呢，就本身我们除了品茶之外，我们比较主要着重去教学啦。另外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当初是会想说那个地方是可以给你记得啊，或者思念我们的家人，还有爷爷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茶和家人是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去到老去茶室就是第二个想法啦，就会有少少想大家记得，其实每个人都会老去啦，但是我们都要记得现在的自己和身边重要的事物啦，就会有了这个名字。我们落了地铺啦，会想将这件事变得更加入屋一点。點解會有不同的食物啦、不同的特飲啦，咁都會用一些精品的原茶去沖煮，就是因為想將呢件事大家更加 close， 容易去接觸到，而認識到原茶的文化。